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被庆贺中国京剧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推动京剧艺术的继承和发展，京剧流派的传承和弘扬，加强京剧工作者之间的交流和学习。在中央首长的关怀和倡导下，由文化部、全国政协京昆市、北京、天津、上海市人大和政协共同主办，首都京湖艺术研究会协办的庆祝京剧申遗成功、京津沪京剧流派对口交流演唱会的第二场演出即将拉开帷幕。本场演唱会以京剧流派经典唱段的演唱和同行当同流派的演员对口交流为特点，以京津沪的排列来安排演唱顺序，旨在增进交流，相互学习，共同提高。现在演出正式开始。第一组余派老生组由北京的张建峰、天津的林科和上海的王佩瑜对口交流演出，接下来请上海京剧院王佩瑜为大家演唱《珠帘寨》选段。
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京津沪京剧流派对口交流演唱会的第二场演出就到这里结束了。祝愿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观众朋友们健康快乐，祝愿京剧艺术繁荣昌盛。朋友们，再见！再见！